古 KTV 打不通。新演员的练，唱的歌规矩有到十条，你看，哎，第五条恶心嘛，别人唱歌要认真听，不能聊天，降气功能不能用，点时间比较短的歌，对，也要你晚去 KTV 的时候，后面两个小时是完整不唱歌。开始玩游戏，如果是唱的自己好，可以命令他做一件事情，就忘光也有哪一个盘子这样子，该起来。今天晚上十点，请打个班。